问一下你甲壳子自不自信，自信就选 OK。不如石头人啊？怎么说？公正的评价一下，真不如石头人，那有点可惜啊。怎么给一级回放了呀？啊？就告诉你，一级就崩了。导播在告诉你，一级就崩了。下路为什么会长这样子？啊？我导播成分绝对要查一下，兄弟。导播难道也是把他们全拖下水？啊，没了！哎呦，闪现还回来 ，WeWorld 第一时间没有用大招， okay、还行，闪换闪，艾瑟加怡，我想一想啊，又很流畅。艾瑟加怡，哎，艾瑟加怡叫什么？我操！反正我是真知道，我才会考你。但是问题是我打的时候，艾瑟加怡好像已经不打了。OK。打招，哎，怎么是、哎、打招拍？后面有鬼斩体，没有一技能，那着了，那就死了呀，死烂掉了。想换，还在操作。怎么说？有冰拳减速，减速，还在操作，有瞬间不伐，还有 W， 哎，哎呦，怎么说？再多个助攻，啊啊，人头站给波比 吗？啊？大招过墙没问题，还要拍你一下。要秒，哎呦，嗨操！哎，不过现在新的拉确实当过，是吧？没事，我想说当过队友的人基本上都会记得名字的。戴志春叫什么？戴志春叫郭老师，我能失红吗？牛逼！哎，逮住了！等会儿老干爹真会玩。哎，过来抓微波的处理，还有 W 的 W 如一下大招吗 ？OK， 给大了。微波锁吗？这不，不敢锁啊！开完大招还有一个 W 啊，闪现过来壁咚，有机会呢，还在这下路带。怎么说 ？OK， 那就是麦打野，麦打野的话，嗯，辅助也着了，一闪留住，海超一个走不动了，被露露一个 Q 收掉，那大龙没了呀。老干爹到底会不会玩？大耳在下路带队友，在上路给大耳压力。这大耳25分钟280刀，威沃尔这把只有200刀，这大耳已经进大阳历了，为什么还在给他上压力？还带早团早赢了。怎么说？这个时候真要为大耳说句话，这波绝对是队友在给他压力。运营打得不好的队伍，他就越是四个人喜欢去找事。哎，等一会儿，中路杰克逮了，马克也交闪，赶紧跑。这样的话，狐狸也在下面带啊。这波杰克被逮了，下路换个二塔。OK， 放推一波。要直接动大龙了，我队友在赶了，我直接动大龙没问题，我交踢过来很急。露露差点被秒了，马克。如果中路倒的话，下来抢到了吗？啊，有个秒表，还有闪现，起身能压到吗？没压住，这样还要再来煮，再煮你个露露！露露，哎呦，在干嘛？国豪存在表演，但是感觉他如这个露露赚吗？赚的，因为打到这边回城了，还要断回城，还要断回城，拍完一个赶紧跑了，不跑吗？纳尔还在带纳尔。啊啊！
脚闪现，这哪儿还闪换闪，狐狸没大招还行。哇，超薄的大龙 ，Oh my god！ 推到主要还是被抢了，但是球很少。我看了小天的第一感觉是什么？是第一感觉是他以为位在自己家的红 buff 靠近 F6 那边的位置，结果位置在三角草那个位置，很尴尬。能拿个龙魂吗？左边打野是死了的，拿龙魂的话其实也还行吧。大龙其实是不应该被抢的，确实。纳尔还在带，怎么说？金爵就在旁边看，给压力。现在右边家里必须站人，纳尔被拍住，还是二手爹。在大龙 buff 的纳尔有破剑者，感觉纳尔不。万丽如金爵，在干嘛？金爵还叫了个死亡闪。烧纳尔，他这样的话叫包纳尔。如果纳尔被包死的话，纳尔想反包吗？大刀拍，但是有进化呀。啊 ，W 在晕住，真有必要去吗？纳尔。要找要找，小孩没大招结束啊！这可能就是零杠六的魅力。说实话，这个纳尔刚才在上路，一个人打老黑和狐狸是没压力的。这种纳尔只有在没有亚飞的地方才有威胁，有亚飞的地方纳尔没威胁的。他为什么要去正面啊？他不用去正面啊，我感觉。对啊，是不用去啊，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怎么说？漫天飞雨直接飞吗？直接飞漫天飞雨存羽毛呗？不飞，金爵出来了。怎么说？要守兵啊，要清兵，清兵。OK， 还有一个炮车没清掉。OK， 把炮车也 A 掉。那这样的话，滔搏不一定能一波了，因为后面位能断线，不去断线吗？位不去断线在干嘛？什么情况？啊，还行，滔搏应该要撤了，时间来不及了，要撤要撤。哎，骚扰干爹要干嘛？还想下去抢，没抢到。还想抢，那积累啊！大龙强化回城，直接就回家了呀。洛也去了吗？洛去那边干嘛？大招砸上去，砸一下。哎呦，杰克，三刀四刀啊！结束。杰克好帅啊，玩的。现在越看越觉得那个名单很靠谱的，可以吧？场下的观众全都沸腾了。哎呦，杰克觉得自己很帅，